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妹子呀。再看邮箱，哇塞，我们这里又有红点点了。我们点进去看一看，收到了夏建辉的礼物，凤凰与燕左轮。祝福你天天都有好心情哦。谢谢我们建辉的第二次物品，不，这个是墙皮，谢谢你送的墙皮。比心，然后我们现在领取一下，领取完点确定，然后枪皮好像也是在仓库里面。仓库里面，点使用。当当当当，这个红色火焰好好看呀！谢谢建辉的礼物，谢谢建辉的第二个中秋礼物，比心心啦！